杨主任不是说你身体不舒服吗？你怎么了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说话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搬出去住。搬出去啊？你跟谁啊？你是不是要跟那个挣钱啊？你明明知道我跟那个……你少说屁话了！上次相亲不成，不是因为他吗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嘴上越说不喜欢，你心里越在意，你以为能骗得了我啊？ 妈，我们都现实一点。谁会愿意娶一个31岁离过婚还一直跟父母都住在一起的女人呢？你就当为了我好，你就让我一个人搬出去。我需要独立，你需要独立，啊！你不用脑子想一想，你现在这个处境是谁造成的？如果你当初听我的话，我早就替你找到合适的对象了。结果你呢？ 一意孤行啊，非要嫁给那个乡巴佬，就他一天到晚做了那个白日梦，到哪都过不好。你还怨我呢？你徐峥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们的事情，你不要再这么说他。他怎么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情？你还替他说话？你想一想，谁给他找的工作？谁给他搭的关系？又是谁把他送到高位上去的？是我，还是我？可是他呢？他怎么做的？ 他为了一个破小公司，跑到外地去啊，要带着你。我们不同意，他还跟你离了婚了。就他这种人，这不典型的忘恩负义吗？你结果你到现在替他说话，你想一想他哪点对得起我们？林小小啊，林小小，你说你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啊！你说你现在变成什么了？没有上进心。 满口谎话，你还跟我顶嘴，你为了那个徐州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干嘛？你要走啊？行啊，你走吧，你走我也不拦着你，但是你不能拿走家里的任何东西。你也不想想。 你从小到大啊，从头到尾，你身上哪一件不都是我给你置办的？你想走可以，走啊，但是你不能带走家里的任何一样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林小小，啊，能离家的人，在上学期间他就离了，这离不了的人，到老他也离不了，这就是命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。 你在干嘛呢？
刘大壮是住这儿吗？你好，没工夫回我微信，有功夫送外卖是吧？你叫大壮啊？是啊，干嘛？外卖。喂，去哪儿啊？喂，外卖小哥的设定就是马不停蹄的送下一单，作息要做全的。闲不闲啊你？店里没有人了吗？你快吃吧，要不然该化了。这么一大袋子冰淇淋，你知道会胖多少斤吗？用脑可是相当消耗糖分，你要是胖了，就说明你偷懒。无聊。舒服吗？我不是跟你睡吗？你算算啊，一个房间1500，一个床就收你500吧，押一付三，你先给老吴转2000块钱。你还收我钱呢？这房子到明年春天都是老吴的，是我朋友请你打折了。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，他为了买这房都快掉进钱眼里了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可以跟我睡啊。我怎么会介意呢？太好了，你真好喜欢。打算住到什么时候？老吴，你看看他，我刚来他就赶我走。老吴，你别惯着他，他比我有钱。没钱了，我没钱了。哎，要不是我妈每天都去求求领导，我早就被开了。我卡里的钱都已经给他了，化妆品、衣服、电脑、单反，通通都被扣下了。我是净身出户，一无所有。我明天上班，借我两套衣服呗。你不是一无所有啊？你帮我们工作室拍了这么多视频，老板还没给你算钱呢，对吧？等着。真事儿似的，一条视频500，一个粉丝的奖金20，这个一共多少条？夯不啷加起来有8000吧？行，你俩这么快就同仇敌忾了，合着我成为你俩共同的敌人了？那当然了，你是老板。我们劳动人民心连心。你要比生气吗，小甜甜？我现在有钱了，我给你转房租哈。托你的福，明天又有两个顾客来咨询。老吴，要不是特别难的话，我就准备接了啊。又接？卢先生那儿没选上，选没选得上，我都得接别的案子嘛。虽然忙是忙了点儿，但只要错开时间，还是可以同时进行的。做我们这行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机会，既然机会来了，就不应该轻易放过。我要把我花出去的钱都加倍赚回来。小小呢？怎么不出来吃饭啊？睡着呢，给他留着吧。怎么样？昨天睡得还习惯吧？还行。你画图又画得太晚了吧？你看脸色不太好。要不你把那不重要的分点给我，我帮点试点。不用了。赵梅家让你也够累的，怎么样？算着日期，水电该验收了吧？今天已经约好赵梅了。你呢？图出的顺利吗？大部分都完成了，还差一些细节。本来窗户我打算全部换成断桥铝的双开窗，突
拖到土里太违和，得重新弄。要不按照原来的旧的窗户定做呢？问过厂家了，工艺要求太高，而且就算做出一模一样的，质感上还是有差别。我打算参考一下古物维护，看能不能修旧如旧。嗯，最好。吴姐，交给你我也放心，你让我过来我也看不懂嘛。这是我们的规矩，每一道工序完成前啊，都必须要跟业主一起来看一看的。哎呀，大爷，太好了吧！这变化可太大了啊，这比以前亮堂多了，这显得这家里空间也大了哈，都通开了，你看这。啊，这还只是基础工程呢，等动完工以后你来看看，会更好的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好好。工长。哎，你这个弱电部分怎么没用锡纸包上啊？这可包可不包的，没必要吧？我们这也是为了业主考虑，省点是点。对，能省一点就是一点嘛。赵女士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强弱电相交的部分啊，容易出现信号干扰，所以必须要用锡箔纸包上绝缘，否则的话，将来会出现大问题的。到时候再着地着墙，真是就太不值当了。哎，工长。哎。这水电部分不是按面积包的吗？啊，对对，是面积包，钉一下，把这钉一下。没问题。啊，工长。嗯。这水电都还没有验收呢，怎么防水都做上了？谁让做的？是我。是这样，赵姐昨天问我，咱们这后面的进度它能不能再稍微的快一点？我就建议把这个木工瓦工的同时做了，正好是昨天那个防水材料也到了，就不耽误嘛。对，是这样，吴姐，我们就想的吧，早点搬进来住，省得在外面租房不是还要花钱吗？高度改为750，是这儿是吧？对对对对，这儿划一下啊。回头这个整体的都在这儿，这根管子整个要换掉。好，从这儿开始。嗯，师傅，嗯，这老太太眼够毒的呀。就那样吧。不是，她查这么严，咱咋办啊？以后？以后？以后有以后的招啊。你就把这活给我好好干好了，我少不了你的好处啊。好嘞，师傅，我就知道你有办法对付他啊。真的是，说谁来谁来了，来，哎呦，喝点水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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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工长，哎，咱俩聊聊吧。啊，行，小侯，按序把那个次卧的看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工长，哎，你干这一行有不少年了吧？啊，有个十几年了吧？哦，那是，时间不短了。还行。应该是很有经验的工长了。还行还行。但是我看这活儿怎么看着不像啊？啊，这个，嗨，我这都是手底下小工头脑，一个个在我手下都干油了。哎，不过您放心啊。后面我一定好好盯着他们，让他们别这么干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好，你忙吧。哎，谢谢您。嗯。油条，小江，你真够不容易的。怎么样？不好弄。这些窗户啊是实木做的，它很多地儿你看这种都腐了，还有一些像这些都掉了，像这种掉了的地儿，你如果找木头按照花纹雕好重新接上去，明不明显先不说，但是旧木头的这一部分还是很容易再坏。嗯，所以说我觉得还不如找贾圈，你问问他看看能不能照原样做出来一个新的窗户。行。嗯，
我去找小倩问问。嗯。田姐，那个吴阿姨是不是最近在外边接了个活？对，她接了另外一个案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小秋，那家人自己找了工人，就没法找你做了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前几天吴阿姨找我帮她修结构筑来着，小海跟着忙活了几天，回来的时候跟我说那家工长不好对付，特别油。我是怕吴阿姨吃亏。没听她跟我说过呀。行，我记住了。等他回来，我问问他。嗯。怎么样？能做，能做。你确定？江哥，说实话，这种古物修复的这种工程对我来说实在太有吸引力了，我很想试一下。那太好了。江哥，这个是不是就是网上现在传的你要接的那个独宅？八字还没一撇呢。你看你又谦虚，你肯定没问题。但江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要全屋保留这种木格窗？如果你要全部保留木格窗的话，这个图纸可能要改一下。为什么？这种木格窗啊，它以前是没有玻璃的，它是纸糊的，所以装……哎呀，装玻璃这个事情我可以完成，主要是这种窗户它的透光性很差，如果你全屋都用这种窗户，那房间里不就黑死了？你说的对哦，这还真是个问题。要有工长负责，你天天跑去守着干什么呀？站没站得掉，坐没坐得掉，自己多大岁数不知道啊？我六十一枝花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不去行吗？我真的怕出什么意外呀。我可听小秋说你那个工长是个老油条，要不要我去会会他？哎呦，算了算了，你还是先画你的图吧。哎呀，是不是马上就要交稿了？还剩最后一天了是吧？画完了还没渲染，但总觉得哪儿怪怪的。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觉得挺好啊，有什么问题？你没有发现卢先生家盐商背景这一点，在我这版设计稿里没有体现了吗？哎，这个确实是哈。可是你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呀，今天就要结稿了。要不
就这样了吧。还有几个小时，我再想想。喂，吴姐，你快过来吧，家里出事了。漏水的问题我们可以慢慢的解决，是不是？你凭什么不让我改我家卫生间？哎呦，瞧见了没有，设计师才来，这么不负责任，而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漏水啊？哎，这是我们家吃饭的地儿，厕所水漏下来，恶不恶心啊？那也是我家现实的需要好吗？你凭什么不让就不让啊？只要你改改装啊，我就天天到你家店里去闹，我早上去晚上去，看谁还敢到你们家店里吃饭。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哎，讲理？哎，你们家厕所漏水，就我到底可讲了？哎，我不管，今天这事儿必须有人负责，你还是你。不是我订的那个砖啊！啊，我又换了一家，我看那个样子了，大小都差不多，那家便宜好多呢。一分钱一分货，这可比我订的那个薄多了。吴姐，你可别糊弄我了啊！我可都打听好了的，那价钱便宜的呢，它最多是容易裂，但是它不至于漏水的呀，还是你们的防水没做好。工长，哎，我，涛姐。工长，哎，你叫工人把那个墙角的砖给我砸开。啊？工长，哎，这个防水涂层涂了几遍啊？是三遍吗？好了，你现在说漏水的问题还有什么用？现在楼下的邻居就是这样，我的卫生间肯定改不了了。这样吧，这个卫生间我也不要了，你们给我挪到外边去，好吧？现在是这个钱你们俩谁出？哎，赵姐，我们可都是按照无工的要求来做这个事儿的哈，赖不到我们头上，最多呢就是把这个防水重新再返工做一下，是吧？还有材料？有，外边还有呢。那你们说。我现在想把这个卫生间挪到外面，这个钱谁出？赵女士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卫生间以前放在这儿，是因为这儿有个下水，现在你要挪到外头去，外头根本就没下水，这是实现不了的呀。你需要两个卫生间，如果你放弃了这个，那就只有一个卫生间喽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我家这么多人，一个卫生间怎么够用？吴姐，你帮帮忙好吧？要不是你们搞坏了这个漏水啊，那邻居至于不同意吗？我至于要求你们啊，把这个挪到外边去吗？但这个真的很难办。吴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家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，当时我也是信任你，我才跟你签的合同。你现在不能哦，出了事情你们都不管了，啥？吴姐，好，我可以试试，但是不能保证能够实现啊。哎呦，窗户开那么大呀！刚刷完墙，通风过度，墙容易裂。这不开窗户哪行啊？这屋里全是甲醛，我们想等着啊，赶紧放完味道，早点搬进来。行了，我店里忙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嘞，赵姐，注意安全啊！哎，拜拜，赵姐。还是把窗户关上吧，这几天暂时不要开。还研究呢，要不您慢慢研究着，我们先把小洗手间拆了吧。拆吧，反正也留不住了。哎，小豪，哎，干活。好嘞。
喂，小江。老吴，我找到办法了，你能不能去趟图书馆把地方志接回来？我怕我去再回来画图来不及。行啊，马上就去。哎，工长。哎，先别拆了，等我明天来再说吧。小江，书找着了，不过这书不让往外借，只能复印。等会儿啊，不要着急，我待会儿去把它给复印了。不用不用不用复印，我把要用的页码告诉你，你拍照发给我就行。好嘞好嘞。吴阿姨，赵雪，哎呀，真的是你呀！我刚还以为我认错了呢。啊，就是，太巧了。你还在公司了吗？哎呀，我没在了，我现在跟着胡工去了他新开的工作室。啊，来帮胡工找资料。对对对。吴阿姨也是来帮江工的吧？是啊是啊。说呢，你肯定忙着呢。是这样啊，他一会儿呢回来看看你，我让你爸先回去，不用买菜了。终于好了，这么快就回来了吗？你好啊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老妈给我小姨寄的保健品，什么呀？衣服，寄这么多。哎，别拆了，你都给掏出来了，老吴知道非得气死不可。这有什么可生气的？你就这么不懂女人拆快递的乐趣吗？不是拆快递这么麻烦的事情，这不是应该夸我吗？看来你真的不懂，别拆了啊！你是工作都忙完了，所以开始没事找事儿？哪有，我只是很善意的提醒你不要剥夺老婆的乐趣。你凶我？什么时候凶你了？你不仅凶我，你还打我。不成，你变了。你以前不这样，这才多久啊？以前我们原来高中的时候，我记得你是特别温柔，不会像现在。你怎么还能亲我呢？发现你现脸皮真的越来越厚了。你要是亲我，我可就要还嘴了。你要干什么？等我。
那瓶柜里面有药箱，你去处理一下吧。老姜回来了。哟，老吴。哎呀，今天晚上有小龙虾吃啊。坐吧。哎。甜甜，你和小周有多长时间了？我问你，你和小周那样的关系有多长时间啊？你们有什么打算？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这小子房子、车子、彩礼，他有吗？爸，啊，你问这些干嘛呀？我是你爹，我怎么不问？你知道他父母现在在国外居住，他将来要是跟着他父母到国外去，难道说你也跟着他到国外去定居吗？爸，没你想的这么可怕啊。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成家呀。小周的情况，我是不满意的。老姜，年轻人谈个恋爱，高兴就好哈，哪有那么多打算啊？当初你跟我妈谈恋爱的时候，不也什么都没有吗？我妈不也跟你结婚了？她能跟我比？她能像我一样？我对你妈多好，多有责任心。她呢，我上次问过她，你们在街上那样的时候，我当面就问她，这小子连承认都不敢承认，多么大个男人，连这点担当都没有。这跟担当没什么关系，那个时候我们俩真没在一起。都那样了，还没在一起，你别为他解释。我那是提醒你，老吴，你别刷了，你再刷你那只虾变皮皮虾了。老姜，小周不错的。吴大姐，你刚才说那话我就没接你茬儿。什么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没那么多打算？谈一天是一天，就为了高兴，这什么话呢？哎，你为你的外甥，我为我的女儿，是吧？咱俩别发生口舌。江叔啊，能和您单独聊两句？小周，我们今天呢还是把话说清楚。你上次告诉我，你说跟我们家江田也只是个朋友关系，是吧？是我说的。但是朋友关系能那样吗？你们上次拥抱了，这次又这样了，你连这个怎么都不承认呢？是。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确实没有在一起，所以我也不能单方面的。好，之前的事我不提了，我现在问你。我知道您想问我们家里面情况吗？我在苏州有房有车，这个店里面您也大致了解的，我一层是做买卖，二层自己住，面积还可以。然后父母呢，一个在澳洲，一个在上海，他们各自有家庭，不需要我管。
我呢大致也都会留在苏州，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。但是你知道江田他不一定会一直待在苏州啊。哦，这个没关系，我可以跟着他走嘛。江叔，我们两个是认真的，我也希望能跟他好好走下去。什么叫好好走下去？我听不懂。我只知道男女之间相识相爱然后结婚，好好的生活下去。作为男方要有个责任心。好，车子的事儿我不说了，我就想问你，你既然结婚你有新房吗？你总不能让我们家江田和你一块儿住在店里吧？这是一。第二，你说你现在的父母不管你了，你们不在一起，那以后呢？这以后的事情可以慢慢来。你们谈恋爱我拦不住，是吧？我只希望呢，你们认认真真的。我刚才提出那几个问题呢，你想好了之后，你再告诉我。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上面啊，你看看，还有这儿这儿这儿，这才刷完几天就裂成这个样子，你以为我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我不是说过吗？刚刷完乳胶漆不能开窗，你们非不听，怨得了谁呢？你别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好不好？谁家装修不开窗户啊？不散散味道的，他们的墙怎么没裂？我看就是你们偷工减料用了不好的东西，赶紧给我重刷。之前我们去的那家广陵区的西餐厅最近换了新厨师，手做牛肉芝士汉堡多汁有嚼劲，你也可以去试试。衣柜里的衣服你想穿就穿，不用问我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。银行那边你怎么办呀？你要辞了吗？我没有老张那样的勇气，就靠帮你拍拍视频也养活不了自己呀。不过我妈说了，她不会再帮我去找领导打好关系了，应该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吧。我爸知道。毕竟没有相处过，
你跟我情况不一样，不能拿我做参考。也对，你怎么可能像我那样呢？你一直都这么冷静，说话条理又清晰，又都能说到点上。其实我那天搬过来之前，我在内心里面已经打了很多腹稿了，我就想见到我妈，然后把话都摊开来说清楚了。她擅自去找老郑的事儿，她让徐州给我提离婚的事儿，她去找领导询问我工作情况的事儿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奇怪了。我明明心里面都已经受够她了，我就跟她吼了一句，她没有哭，我却哭了。我还是不是很好笑？哎呀，我八岁那年在公园里学骑自行车摔了，我爸让我自己爬起来，当时跟我身边另外一个小伙伴待遇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自那以后，我逢人便说，我不是我爸亲生的。我完全体会不到当时他有多难受。但后来我姨妈跟我说，说那些年我爸经常跟他喝酒，喝完就哭，对着我妈的照片道歉，说他好像不小心把女儿给教坏了。真的假的？他们好像都觉得我是因为小不懂事儿才会这样。其实我天生就没有什么同理心。珊珊，最近睡眠好吗？好久没跟你说说话，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，越活泼越难过吧，越洒脱越放不下，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，几杯荒唐以后你说，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，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，街角的旧楼推倒了，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，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，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，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，丢进人海里匆匆的，也许没那么复杂，走着走着如果觉得累就停吧，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，繁华的大厦不会塌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，爱着爱着总有人教我们长大，想着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，叫幸福的花晚点开，爱中的人千杯中学会了强大。